碾碎他们。有妖气！逛了一圈，啥也没找着。全军出击！你要打他家红，行。俺老孙可会七十二变。不知道杰斯在没在这个草啊？找他一下。没在就算了，在我们家野区。波兰剑挺好，我们又一人又一兵吃药往前走 A 他。哟，刚才这个 E， 刚才这个 E 要能 E 得到就爽了，没 E 到，可以耗他一波血。回家了。这线刚好进塔，我们回家，他回家，我也回家。这也没啥出的呀，来把长剑吧。这波兵太多了，我们不拼，先把兵给他收了。他这一个很致命的一个 EQ 二连，不追了，我可不能追了啊！我这没法追了，我这兵太多了，你这个可别追了。一空了就不上了。一空再上有点太亏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这野区？弄一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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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马上到，吃药了。OK， 双杀回家。
给我一小炮车，不过我们拿了一个人头。刚才这个杰斯我们已经看出来了，他切换形态立刻就会甩翼，知道吧？所以一会儿我们要杀他的时候，直接等他切换形态了，我们就打不了，一定别让他立刻就给我们翼飞了。这人就有可能翼甲猴，这是他的习惯，他改不了。蓝枪可以杀，我到了。先去查个眼儿。放他过来啊，这波他必须跟我们拼，让他感觉他能打得过我们。等他到后排兵这个位置，我们就可以杀他。按一下波浪键，直接 EQR 转起来 ，W 一手 ，A 接头转起来，九头蛇。吃他一层塔皮，两层。小冰锤，一双皮鞋，出门。我打的每一把都是家里特别脆，这不出黑切都不行。没有前排，他有闪。你打那个，我打这个，俺俩分工明确。走，帮他推东西。没事儿，让他们来。灯塔想拔应该能拔掉，不行，差一层。这干啥呢？这是，不行，我得闪。稳一点，稍微。可以不闪，我感觉血量可能也可以不闪，但是我们还是稳一点。我决定把每一把打的都特别完美。
让他没有瑕疵，没有污垢。蓝枪可能要报复我啊，我们直接在厕所等他一手。我们家打野这边在下路，蓝枪没在下路出现，那很有可能就在上路出现，我们别动。尽力了，兄弟们，这波没大，只能给你们打那么多血了。大楼塔也没了，亏死你，让你传。他们家蓝枪怎么没了呢？人啊，出现了，真要追啊，想好没？你可能是没想好啊，我这一看呢。他再追他要死啊。这么多人呢，我们把这蓝打了啊。三蓝没了，不去了，他们家人上路有点多，别死啊，我们死了可有点贵。哎呦，龟兔赛跑，往下走一波啊，这波往下走应该能行。不行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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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截住他，截住他，截住他。这能杀吗？这点小破伤害就别扯，就别扯淡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！莉莉亚没在，算了吧，不打了。我有大，我可以跟你打一打。
峡谷直接开吧，要我说峡谷可以直接打呀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过来，我得过来，我这波不过来不行，不过来扫人。去了，全死了，把中路线带了，真牛皮，一个打野刀加一个忍者鞋的蓝枪四杀了，真厉害。把蟹打了，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你们要想等我差点钱，死亡之舞也行。下条小龙吧，下条小龙可以打。差400块钱怎么办啊？哎，这死亡之舞真他妈的贵，咋这么贵呢？这装备。不行了，回家。这分女儿挺克我的，第一波进场最好是大招先打分女儿，把她大给她打了。大弟来，大龙，兄弟们，好开团！我们打你去拆中。怎么打赢的也不知道，稀里糊涂，反正就赢了。走吧走吧走吧，死了。哎，投降啊！
我的钱怎么感觉那么少呢？10364。